活动中，教师先告诉幼儿有一种话可以变魔术，孩子们都很好奇，于是老师给孩子们展示，并告诉孩子们这种话叫折叠话。然后教师为幼儿讲解折叠画的画法，先折纸，再在纸上画上自己喜欢的小鱼，并为小鱼装饰好的花纹，接着展开纸张，以添花的方式补充空白的部分，最后为自己的小鱼涂上好看的颜色。孩子们画的都非常专注，纷纷在自己的折纸上作画，大家都画得很开心。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，使原本枯燥无味的技能学习变得生动有趣，孩子们也在绘画中感受美、探索美、创造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Volunteer TNewsD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